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2024总统大选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几个重要的新闻焦点。首先，贝佐斯在一篇专栏中为《华盛顿邮报》终止长期以来的候选人背书传统辩护，这一决定引发了编辑委员会成员的辞职潮，显示出新闻界内部的激烈反弹。贝佐斯认为，背书不会对选举产生实质影响，反而会造成偏见的印象。接着，随着美国经济数据强劲，债券收益率上升的原因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尤其是特朗普若再次当选，可能会带来的政策风险。分析人士预测，特朗普的税收政策可能会导致国债的激增，而哈里斯的政策则相对较为温和。最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美中竞争中面临重大挑战，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当选，都可能对产业造成影响。专家指出，台湾公司需要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环境。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Axios 报道，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在一篇专栏文章中为《华盛顿邮报》决定结束长达数十年的总统候选人背书传统辩护。他表示，这一决定是出于原则，认为总统背书并不会改变选举结果，反而会造成偏见的印象。贝索斯强调，结束背书是为了维护媒体的独立性，并否认与特朗普会面的任何关联。他的决定引发了《华盛顿邮报》编辑委员会成员的辞职潮，其中三名成员因不满这一决定而选择离开。悉尼晨报分析指出，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涨与美联储的政策变动及特朗普的选举前景密切相关。尽管美联储已经降低了联邦基金利率，但投资者对未来的利率预期却出现了反转，债券收益率大幅上升。特朗普若再次当选，可能会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大幅增加，从而引发通货膨胀，令债券投资者感到不安。与此同时，市场对特朗普政策的预期也在推动收益率上升，尤其是在他提出的关税和减税政策可能导致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悉尼晨报进一步探讨了《华盛顿邮报》取消总统背书的内部决策过程。贝索斯与邮报领导层的会晤中，他对背书持保留态度，尽管编辑们试图说服他保留这一传统。最终，贝索斯的决定引发了广泛的反对声浪，许多编辑和记者对此表示失望，认为这一举动是对民主的背弃。编辑委员会成员们对此感到震惊，并要求发表异议声明，显示出内部对这一决定的分歧与不满。此事不仅影响了《华盛顿邮报》的声誉，也引发了公众对媒体独立性和责任的深刻反思。Axios 报道，《华盛顿邮报》的三名编辑委员会成员宣布辞职，这一决定源于报纸老板杰夫·贝索斯阻止对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支持。此举引发了读者的不满，许多人表示计划取消订阅。辞职的三位成员中包括在该报工作超过40年的大卫·霍夫曼以及意见版的观众主管米利·米特拉。霍夫曼认为，报纸在最关键的选举前夕做出这一决定非常令人困扰，他强调面对独裁威胁时不能保持沉默。另一位辞职的成员罗伯茨则表示，支持哈里斯对抗特朗普是道德上非常清晰的选择。在 Axios 的另一篇报道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根斯勒在被问及对未来工作的担忧时表示，我晚上睡得很好。根斯勒过去三年内的大胆规则制定引发了传统金融行业和数字货币行业的强烈反对，许多行业人士希望他辞职。尽管外界压力重重，根斯勒仍然专注于帮助投资者，并指出他的职责是保障330万美国人的利益。他提到，SEC 已经完成了大约45个项目，旨在降低投资者的成本和风险，但也面临来自共和党州和主要贸易团体的法律挑战。半岛电视台报道，台湾的半导体行业在美中竞争中处于风口浪尖。美国试图限制中国的技术发展，这一政策虽有助于抵御未来可能的中国入侵，但也使台湾的商业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台湾几乎生产了全球60%的半导体芯片，90%的先进芯片，因此面临着美国政策变化的压力。随着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当选，分析师都预期将出台新的限制措施，台湾的半导体行业将不得不适应这些变化。尽管两位候选人在国内问题上存在重大差异，但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却在两党之间形成了共识。
台湾工程师们普遍对哈里斯的胜利表示偏好，认为他与硅谷的关系更为密切，可能对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更有利。XEOs 报道，前总统特朗普的律师请求推迟对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在2020年选举颠覆案中提出的豁免动议的回应，得到了联邦法官的批准。特朗普团队提到，由于飓风米尔顿造成多名佛罗里达州律师的搬迁和严重干扰，因此请求延长截止日期。法官塔尼亚·楚特坎将回应截止日期从11月7日延长至11月21日，再从11月21日延长至12月19日。史密斯在9月26日的文件中提出了对特朗普进行刑事起诉的法律论据，涉及他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行为。南华早报报道，华盛顿和俄勒冈州的两个投票箱发生纵火事件，导致数百张选票被毁。这一事件发生在选举日前一周，被官员称为对民主的直接攻击。波特兰的投票箱因内部的灭火系统和附近的保安迅速扑灭了火焰，仅有三张选票受损。然而，在华盛顿州温哥华的另一个投票箱中，灭火系统未能阻止数百张选票被烧毁。克拉克县的审计员呼吁在周六11点后投票的选民联系其办公室申请替换选票。此事件引发了对投票箱安全的广泛关注，部分人认为这与特朗普关于2020年选举被盗的无根据阴谋论有关系。CNN 报道，特朗普在纽约市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上宣布，计划支持为家庭照顾者提供税收抵免。他表示，家庭照顾者在照顾父母或亲人方面应得到认可，尽管他并未提供关于这一抵免的具体细节。特朗普提议的这一措施旨在帮助那些在照顾家庭成员的同时还需应对工作和生活压力的美国人。与此同时，副总统哈里斯也推出了一项计划，旨在让医疗保险首次覆盖家庭护理，双方都在争取家庭友好的标签，以吸引面临生活成本上涨的选民。根据 AARP 的研究，美国有超过4800万名家庭照顾者，每年提供约6000亿美元的无偿护理。CNN 报道，唐纳德·特朗普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上使用的暴力和粗俗言辞，引发了他内圈的担忧，并可能对波多黎各选民产生负面影响。活动中，喜剧演员托尼·辛奇克利夫关于波多黎各的低俗笑话引发了强烈反响。特朗普的多位盟友对这样的语言感到愤怒，认为未经过审查的言论损害了特朗普的形象。尽管活动开始时，特朗普的团队对其竞选广告表示乐观，认为广告传达了积极的信息，但随后的演讲却充斥着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言辞，令许多人感到失望和困惑。特朗普的团队在活动后迅速发布声明，表示辛奇克利夫的笑话并不代表特朗普或其竞选团队的观点，但并未对其他有争议的言论进行回应。事件发生后，民主党迅速抓住机会，波多黎各音乐明星巴德·巴尼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哈里斯的支持。众议员奥卡西奥·科特斯将此次集会称为仇恨集会，并指出特朗普的言论可能会对选举产生影响。虽然特朗普在2020年赢得了佛罗里达州，但波多黎各选民的影响力正在逐渐上升，未来的选举结果仍然充满变数。大家好，我们非常高兴地为大家带来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您可以评估内容、预测结果并赢取奖励。想象一下，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并为此获得奖励。敬请期待，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游戏即将开始。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dobrief.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